蓝牙传输距离。蓝牙是基于低成本的近距离无线连接的，为固定和移动设备建立通信环境的一种特殊的连接技术。那么蓝牙的传输距离是多少呢？有效的蓝牙的传输距离根据所采用的蓝牙芯片不同也会有所差异，而且各个品牌各个型号的工艺不同，蓝牙的能力也会有细微差别。手机与蓝牙耳机的传输距离一般为6到8米，手机与手机之间蓝牙的传输距离一般为8到10米，而一些蓝牙网关和适配器之间的传输距离是100米左右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蓝牙的传输距离为1到100米，并且蓝牙技术规定，每一对设备进行蓝牙通讯时，必须一个为主角色，另一个为从角色，才能进行通信。